去爬大智山，要整装哦，女神。快走！在正旁边，在我旁边。大智瀑布第几刷？第 N 刷。第一刷，这个已经第五六刷了。今天要去走没有走过的山路啊！好，那就看一下镜头，我回去再截图就好。好 ，OK。爬山呢？爬山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啊！快到了。这边有盐塘，你们要吃？对，待会要吃盐塘的话，这边有。多喝点水。极度潮湿，你那个水有点太夸张。极度潮湿，2022年夏天的代言人。而且你这样子，你千万不要单穿雨衣来爬山。今天高雄下雨吗？对，我刚淋。对，今天天气预报降雨率没有那么高呢。我刚淋雨。你去哪边淋雨啊？我刚淋雨骑脚踏车过来，一路狂风。错，感冒了吧？我觉得会下雨。盐塘。大概爬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，然后用空拍确认了一下位置，然后垂了七十米。我们现在在大智的70米主瀑下面，漂亮！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好，大智瀑布从人头开始做，出发！快，还没成功的员工，出发！百米库下来，遇到第一个小落差，好，继续前进。接下来我们遇到一个很长的滑瀑，脖子滑瀑，看起来应该不能滑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。我们在瀑布的中间，就是大智上方。大智瀑布上游，大智上层。哎呦！来滑嘞，滑嘞！哇，第二尖峰！小猴子的手好像有刺青的样子，还有蓝色、红色的刺青。很累。我信任最信任的孟勋，我相信你哦。好，下去了。好啊，到了。我们现在应该是下来到那个一般大智瀑布的起点，也就是起点之前。有一个斜瀑，这边重点在哪？前面就是了。哦，好棒！
下去的时候，就是接，然后我现在不知道几点。不过我们已经回完了前面五步，那个大致下段前面五步，然后还是回最后一步了。大致瀑布上段加下段，还可以把眼镜拿下来耍帅耶！应该可以吧？我看得到我啦，我看到我。你好亮！你在这吧？你在这。好。好耶！又又又！哦，回来啦！从大致瀑布下来啦。好，陪你们过桥。经过这里吗？没有，我们从另外那边过了。哎，对，从那边过。哎，哎，安凤西那个嘛，在收秀。还要在收秀啊？还要在收秀。啊，好好好，你脚不痛了、哦？痛啊。哎，这样，这样。这边可以泡水哦，水大的嘛。对啊，水大的时候啊，这边拍照都很漂亮啊。